这次传球意图比较明显，大王断下。哎呦，好球！单臂的暴扣来自福建队的陈林坚。好的，比赛开始，这里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1920赛季 CBA 常规赛的比赛转播，天津队在主场迎战。 福建队的比赛，好球啊！给了金星一个很好的出手的空间。来看陈坚个人能力的极其的中距离啊！陈坚在本土球员锋线这个位置上，咱们看到啊，接连不管是之前的小丁、周鹏，还是最近才出现对抗，还是有优势。 出来，陈坚要三分球。哦，今天再次回到熟悉的赛场啊，上一场1分钟伤退再次。老王，其实外面有很多的经验，再给，哦，这是左手啊，造成了犯规。今天在场上，陈坚打的侵略性十足。又看这边天津队的进攻。 三个人加断球，陈坚转换进攻过掉再分出来，外线要三分，应声入网。普尔杰特，这边暂停之后效果非常好，但是马上天津队这边的刘烈指导是要叫暂停。陈坚这一次转换进攻直接过掉啊，而且视野很开阔，外线积累了更多的经验。 再甩出来，陈坚还是走左边。哦呦，今天个人状态完全打开了，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，外线连续的传导，陈坚再出来接，突破，再上还有啊！陈坚就是两个人加给康尼哈姆，哦，这球手感柔和，天津队整个神经就开始紧绷了。陈坚转进去。 好球哦！哦，陈林坚这个脚步完全晃开防守人，这次传球意图比较明显，大王断下。哦，好球！单臂的暴扣来自福建队的陈林坚，这个造三分犯规之后的那个动作啊，就刚才大王断球之后，用于基地给到陈林坚，腾空而起一次滑翔的劈扣。 把这球从人家手里拿过来，然后再顺势打进。陈坚，哎呀，这是没办法了。这里依旧是由天津队在主场迎战福建队的比赛。上半场的陈林坚火力全开，看看下半场怎么样。还是有啊。哦。 这边陈林坚是不管内挡要少一个大外援，但是目前来看，球队的领先优势杰特加上陈林坚两个人手感滚烫，啊，再找陈林坚，随手给到杰特再给掩护，好球拦下，陈林坚两分上进，这一次啊进攻注意力都在上线，杰特接球，这边金星啊真是所有掩护都要挤过。 这边两分上进，这次还有一次加罚的机会。陈林坚继续往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一役再去挑战，包括中距离2+1达成自己的得分，再提到了应该是34分了。陈林坚分得漂亮，康宁汉姆左手打板命中。 但是没看见命运这边再转出来，外线陈坚三分命中，哦，今天陈林坚个人得分我来看一下，应该是要逼近40了。场上，特洛维奇还在跟裁判要吵着外线，陈林坚再中，刷新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的得分记录。啊，投进之后，双手比心啊！
单场43分，今天外线三分也是弹无虚发。到目前为止，陈坚个人的效率是18中15，43。陈坚投进，这次怎么能放了他呢？继续刷新自己的单场得分数字。哦，这边福建队是做出人员的调换了，拿下本场比赛。看一下生涯最高分的陈林坚，换上了红帽。